以上。不是你，这是你，真的。是这么过的，大刚才步子迈大一点啊！爸，考这种测试有什么意义？我来说。哎，下一组，下人。你上啊！下一组。阿爸，我觉得这样的测试对选拔球员没有任何的参考价值。我建议立刻停止。铁爸，这是我老人家设计的测试方案。金阿公，我真不明白这测试有什么意义。测试队员的团结互助精神。可这东西怎么测试得出来团结合作的精神呢？阿峰，你不要再说了，归队。下一组。玩过吗？没玩过。这不是开玩笑的，我跟你讲，你当评委的自身素质是很高的。你像我跟才哥，那我们是属于公认的艺术家。你懂艺术吗？你不懂啊。快回去吧。啊。姐，听话，听话啊。啊。这是干嘛？你才哥，你说我姐两句。荷花当评委，我看可以。你脑袋秀的了？哎，我跟你讲啊，才哥，你不能为了讨好我姐夫，你就放弃了你当艺术家的原则。你还有啊，我姐她就是个大条女，她什么都不懂。喂，志宝，我纠正你一点啊，我刚才这个表态，那绝对不是为了讨好大邦。荷花。你承认自己是大条女吗？根据大家的反应，可能有那么一点点吧。好，大条女，用北方的话说，就叫二。二的人，尤其是女人，越是二，直觉就越强。艺术家很多时候靠的就是二啊。凭着你的直觉，哎，志宝，当个评委，绰绰有余。那才哥，你给我解释一下，那二是什么素质啊？别解释了，你再解释我就把你二出去。志宝，就这么定了啊，荷花当评委了，他起码解决一个我们俩之间一个 yes 一个 no 这冲突的局面啊。是哪儿跟哪儿的事儿啊？这，开始吧。接下来进行第二项测试，一打三，进攻方一人，防守方三人。进攻方以突破对方防守上篮得分为胜。上河村飞龙队的靓仔，下河村猛虎汤猪仔、矮脚仔阿昌。报告。玩笑开大了啊！我一个打他们三个，哼，搁谁谁也打不过呀。阿峰，一个打三个，不说别人，就你这个 MVP 保育不上，我跟亮仔随便再加上一个，你能突破我们的防守吗？你阿爸可是懂球的，怎么胡来啊？阿爸，你让亮仔一个人打三个，他怎么过得了？别说他了，我都过不了。阿峰，在这块场地上没有你说话的权利。可是我就是不知道你这个测试到底有什么道理，我看不懂。看不懂，回去看。阿峰，不说了。靓仔，继续。进攻方失败。各位
各位队员们，下一组上午的测试到这里结束，下午正式宣布入选名单，请大家准时到场，不得迟到，都听明白了没有？解散，走走走啊，走啊！豆哥，这算什么选拔呀？我算是看出来了，金牙公和贵叔早就算计好了，就是要淘汰我们飞龙队的队员。他这套完全是冲着我们来的。好了，什么都别说了，这边有我呢，咱们后边还有帮叔，洪水和连队不是一个人说了就能算的。哎，可是他们今天也太过分了，是不是兄弟们？气死了！太过分了。行了，不说了，行不行？散了。走了，豹哥，走了，豹哥，豹哥，拜拜。说句实在话，贵叔这样做我都看不下去了。白娇子，豹哥，确实不太公平。行了，你们两个也别说了。哎，亮子，咱们村没在啦啦队选拔大会。哎呀，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给忘了？你们先聊，我先撤。哎，亮子，咱们一块儿去。我也去。亮子，坐。你去干什么？白娇子有牛蛙箱的，你有谁啊？豹哥，其实咱们姐妹好久了。豹哥，你走吧。弄不闲的是不是？还不走啊，阿峰啊，贵叔跟金牙公可以啊。啊，麻吧，咱应该不会。万一呢？万一，豹哥，洪水河联队是我们两个村共同的人，所以你放心，如果真的是那样。大家一起捍卫。阿峰，来坐。我相信你。也许是我们想太多了。哎，对了，我们村那边可全没了，你过去看看。据我观察，豹女对你可是情有独钟啊。豹哥，我的爱情啊，就不在这儿。你想。奖杯瓶，挺好的。奖励，黄小球，这给你宣赏。亮子啊。九妹好漂亮啊，我就喜欢她这个性格。可以啊，猪仔，很有眼光。九妹不但是我们村最漂亮的妹子，还是我们妹子拉拉队的队长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九妹能看上你吗？我已倾慕九妹已久，就是不好意思对她表白。是高手哦，是，要不然，你替我向他表白怎么样？替你表白？啊？吃错药了吧，唐猪仔？我只可能向一个人表白，我的女神，花妹。花妹不会已经进去了吧？花妹都进去了，还有什么可看的呀？太奇葩了，阿香啊，阿香，
阿香，真的是你哦，我都没认出来你。女为悦己者容。阿娇仔，你没有发现我今天穿的和平时不太一样？哎呦，阿香啊，我胆子小，你饶了我吧。讨厌，你想说人家漂亮就说嘛，干嘛看都不敢看呀？对，我看一下阿娇仔，我一个都不敢看呐。别过来！不得！哎，小仔，你这样让阿香情何以堪呢？亮仔，别闹，来，拿着。是吗？哎，小仔，你看，你看呀，这个是你。看出来了。这个呀，是我。是吗？亮仔，胖哥。你们觉得是他吗？是啊，是啊。以往啊，在我心里，你矮脚仔就像篮球明星一样，可望而不可及。老天爷眷顾痴心人，如今我的机会到了，当我当上第一妹仔，我就配得上你了。到时候我们比翼双飞，环台并立。哎，阿娇仔，你跑什么呀？阿娇，你不要搞这种个人崇拜吧。我有事，先我走了。难道他还不懂我的心吗？宝仔，我有想到你贵叔有想法，但没想到他那么多想法。好，王叔，这还好啊。太好了。不懂。这个唐珠仔和矮脚仔，是不是已经对你表达了他的不满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态度很明确。哎，哎，峰仔也表明了态度。对啊，听他的意思。只要贵叔这么干，他就站出来。他们这三大主力都表明自己态度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洪水河连队的荣誉感已经把两个村的后生仔紧密地联系到一起。那么谁只考虑自己村的利益，他就会站在你们这些后生仔的对立面，对不对？这是您这么想，可是贵叔他不一定这么想。他不会这么想的。金牙公，您定的这个名单是不是有点过分呢？阿贵，这个事儿你要想透彻。上次和体育局领导打球，结果给你搞成那样的，黄镇长对你非常生气，这回一定得把面子给捞回来。名单我是这样想的，你看，宝玉，你们家阿峰，这是领导亲自点名指定的。这就占去了两个主力的名额，如果豹仔和亮仔都上的话，上河村就得占到了三个主力。那么即使你打好了这场球，上河村也会占尽风头。所以啊，把他们的主力保留，多带一些他们村的替补，这样呢，人员上基本平衡。记住，你是教练，我是教练。哎，好。哎，金牙公。万一这件事情，他龙大帮不同意呢？大帮现在的心思就没在这场球赛上，他整天脑子里想的是那个妹仔什么玄磊呢。我干嘛到现在没想到他搞什么？让他误入歧途。哎，这事儿你把定。金牙公啊，高亮。方叔啊，我觉得贵叔的想法肯定跟你不一样。有这可能。那么一旦出现这样的局面，你怎么打算？我的脾气你也知道，该翻脸时就翻脸。对，该翻脸就翻脸。一旦出现这样的局面，你马上给我发个空白短信，我马上过去。好。金牙公啊，一会儿肯定不会太平，要是有人反对我的话，你一定要站在我这边。
估计他们弄不出什么大事来。你放心大胆的宣布。看见没有，那边已经开上小会了。矮仔，哎，不要再开小会了。经过我和金牙公缜密的研究，洪水河联队的十名入选队员名单已经确定下来了。为了使被淘汰的队员心服口服，我首先宣布被淘汰的队员名单。那么，第一个被淘汰的就是上河村飞龙队长亮仔。我不是贵叔，年轻的同志们，亮仔被淘汰不是偶然的，是有理由的。下面我们就请教练说一下他被淘汰的原因。理由很简单，上午的两项测试亮仔均没有过关，两人三足，体现出没有信心。第二项测试进攻欠缺手段，进攻手段单一，没有拼搏精神，所以亮仔的被淘汰就再必然不过了。有意见的不要在里边乱喊，站出来讲话。我可警告你们，我是教练，谁敢反对我，就等于自行放弃了这次机会。那么你们还有谁敢站？哎，阿哥。哎，阿妹。啊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刚到啊。王教授。龙主任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去球场。啊，刚好啊，我也想去那边看看。哦，走走走。好好。我站出来，豹仔，你可听好了，我刚才说过了，谁敢反对教练，谁就等于自行的放弃了这次机会，你听明白了吗？明白，全明白。豹仔，你一定要冷静啊，冷静。金牙公，冷静。我怎么冷静？是上河村飞龙队的队长，我的队员在这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。不公平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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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当然要维护他们的权益。贵叔，你可是懂球的，在我们队，除了宝玉，亮仔的技术可是最好的，在县里都是数一数二的。你们猛虎队，除了阿峰，哪一个单挑能打过亮仔的？没有，没有。贵叔，我告诉你，不光是我豹仔一个人不服从，我们飞龙队所有的人都不服从。不服从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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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是这样的话，你就带着你们猛虎队自己玩去吧，我们不陪你在这耍猴。兄弟们，怎么样？我看了你们上午所谓的球员测试，不客气地说，你不是在选球员，你是在排除异己。你是哪儿的？路过的。路过的？既然是路过的，就不要乱讲话。这里是篮球之乡，还轮不到你班门弄斧。是不是班门弄斧，咱们试试就知道。要是你陆大主任有兴趣，咱们就在这场上一对一。魏叔，人家给你下战书了，敢不敢应战？贵叔，对，跟他单挑。啊，你单挑？你是城里来的吧？算是吧。那好，今天就给你个教训，从今往后到了篮球乡以后啊，不要再想着故意挑事。下一个。哎呀，停！妹仔，
你是来自下河村的？是，平衡老师，我是来自下河村的，专门来参加选手比赛。哎呦，佩服佩服，这是不打不成交啊！阿贵，打残废了吧？哎，别说，人家麦教练啊，我过去就看过人家打球，很厉害。现在是大学的体育老师，也是篮球队的总教练，你打得过人家？麦教练啊，年轻的时候就是专业队的，20多岁啊，就是篮球健将喽。那个时候啊，还没有什么职业联赛。我在这里搞实验，麦教练过来玩两天。哎，你们交流的不错吧？交流的相当好。肯定好，都打残废了吧？对。我们这儿的山呐、水呀的，你都喜欢吗？我挺喜欢这儿的自然风光的。阿贵啊，你真是福星高照，像麦教练这种专家，咱们请都请不来。现在人家到我们家门口来了，麦教练，我不知道你看过我们农村篮球赛吗？这些小伙子后生咱们啊，没有什么理论基础，就是一身的力气。我不知道麦教练有没有时间给我们辅导辅导。哎，阿贵。大鹏说的对呀、啊，你看谁不顺眼就直接说，实在不行一人给俩大嘴巴子就行。小伙子们呢、都不错，我在这儿呢还能待两天，这样，把小伙子们呢召集起来，打几场训练赛，这样你们主力和替补的阵容啊就全都出来了。陆主任，怎么样？陆主任肯定是觉得好了，谢谢。虚心向你学习的啊。很遗憾，我只能给你一个no。我出生在一个非常悲惨的家庭，我的妈妈在我2岁的时候就去世了，我爸爸辛辛苦苦把我拉扯大，可是没几年他又进了监狱啊！好悲惨！行，停，stop！是这样啊，妹子，昨天我跟你阿爸喝了酒，你阿妈做的菜，今儿他怎么就死了呢？哎呀，评委老师，你们就给我个 yes 吧。你不用来这套。给我一个。我就冲你这不孝，我跟你闹。闹就闹，谢谢你们呀，土鳖，土鳖，土鳖，都是土鳖。这孩子家是不是该养鳖的了？啊！这孩子有素质啊！出去打工怎么打成这样呢？阿妹，这个麦教练，以前你认识啊？不认识啊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我就觉得这个麦教练突然出现，王教授突然现身，有点太巧了啊。那你说这又是阴谋论啊？哎，很像。说来听听。这阿贵啊，刚刚淘汰了靓仔，哎，我想他接下来会淘汰豹仔。他的如意算盘就是把我的主力全部淘汰掉，但他没有想到豹仔当场给他翻脸。哎，阿峰又站起来挑战他老爸。现在阿贵是众叛亲离啊，啊，局面已经无法收拾了。阿哥啊，你是不是一直等着这机会出来收拾这局面呢？还用得着我来收拾这个局面吗？麦教练、王教授，这两个看似和我们毫不相干的人，轻而易举的就平息了这个大乱子，啊，又使得两个队的后生仔们重新聚到了一起，这是太巧了。哎呀，你也太敏感了吧！人家王教授刚才不是说了吗？麦教练就过来玩几天。正好看咱们这儿选队员不正规，人家出来指正一下也很正常啊。王教授没有跟你说什么？那
思是我跟这王教授还有麦教练是一伙的，专门过来拆你的台。不是不是，阿哥不是这意思，我的意思就是麦教练啊突然出现在篮球场，搞得这个阿贵很没面子。哎，你那学妹怎么样啊？哎，热闹，你阿嫂要当评委呢。你是不是又诚心出阿嫂洋相？小心阿妈说你。哎，怎么会？阿嫂高兴的不行。哎，我给她派了个特殊任务。那个你可以开始。Yes。不是姐，他没开始表演呢，你给人 yes 啊？内定，内定，你懂吗？内定。你们内定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她是 b o 的老婆，她要是选上了，可以一起去首府的，你懂吗？不是，她是 b o 老婆，怎么了？她是，那她什么也没弄，她就在那婀娜的表演了。现在那个小子，她去干嘛去啊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通过了，哎，通过了。我们选的可是妹仔大拉队。下一个，这次选队员的话呢，我只看球技，剑锋、矮脚仔还有你们三个，打半场紧逼，会吗？会。其他没点到名的，在场边热身，随时准备上场。OK。好。好。准备。好。好。走。宝哥，哎，宝哥，宝哥，怎么了？这宝嫂选上了。选上了，选上了，鲍嫂选上了，鲍嫂选上了，不错不错，鲍哥和鲍嫂一块去首府，鲍哥是不是得请吃饭？哎，请吃饭哦，吃饭，立即请吃饭。哎，是不是？不过真要感谢帮叔啊，你们鲍嫂啊还没去过首府呢。给，请客啊，说好了，说好了。哎，九妹有没有选上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觉得九妹肯定没有。那是必须的啦。哎，当然就是。香，你看他今天马上又怎么笑了？你两个笑什么呢？你这帮大妹，你坐住，你听着啊。然后你们进攻的时候，你要注意帮他挡住，明白了没有？来，好。对不起啊。下一个。报上名来，是哪个村的？姨父，你不认识我了？姨父，慌什么？我是阿香啊！阿香，你怎么就说？志宝叔，我能开始了吗？开开开开开！哎，我特别喜欢你的表演。吃饱之后给你个 yes， 谢谢谢谢 yes， 行了，不用调整，可以可以了，可以了， yes， 谢谢谢谢谢三位评委。不是，谁怎么穿成这样？哎呦，是你哦。Ha h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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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
哎，知道。哎呀，这么开心的场面，你怎么不给阿婆打电话，让阿婆也过去看看？哎呦，阿婆，你别提了，我也没想到阿香会那么奇葩。还有，听我说，在这之前啊，又弄出了一杀马特，比之前的更奇葩。杀马特？哎，对了，姐，你怎么知道杀马特的？嘿，你以为呢？我跟着你姐夫在城里打工的时候，您还是青鸭仔呢。我虽然后来跟着他回农村了，可城里这些时尚东西我都知道。杀马特还是我告诉你姐夫的呢。哟，哎，老公，我今天的特殊任务完成的怎么样？你今天特殊任务完成的非常好，我要给你个 yes。 别，别，别，不是，你个贱货，我对你没意见。你说好了的，你选美的时候我是第一评委，你回头我姐妹冒出来了，然后又演妖精又演菩萨的，你会，你看我干嘛？这把我戏全给抢了。你和才哥是艺术家，艺术家不能搞潜规则，这会违背你们良心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啊，你这是在维护我们艺术家的尊严。那当然，所以这黑锅只能让你阿姐背了。哦，哎，我舒服了，我舒服了。哎，老公，我也要。要什么？艺术家。行，晚上让阿妈给你包一个。大宝啊，我听说今天挑选队员出事情了，那个豹仔和陆金贵当场翻脸了。哎，有这事儿。豹仔怎么了？哎呀！ 看今天的情况啊，我阿爸他先把亮仔拿下了，这么下去啊，估计下一个拿掉的就是豹哥了。你阿爸这是怎么想的呀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他都没跟我说。那给我坐。这个事儿啊，都是他跟金家公商量的。我估计啊，他是想把上河村所有主力队员都给拿掉。 然后只带他们的替补队员过去。那这么说，场上除了宝玉，剩下都是你下河村的人。嗯，我估计他们就是这么打算的。阿峰，那你是怎么看呢？美姑，你记不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，自从我阿妈走了，我阿爸这个人就变了，脾气变得越来越古怪。 一点道理都不讲，而且现在总是喜欢当着很多人的面训斥我。今天又是这样，话都不让我说。本来啊，组成洪水河联队啊，是对两个村后生仔齐心协力的一次好机会。结果呢，我阿爸这么一闹，别说两个村了，就连我们自己村都开始分裂了。今天要不是那个麦教练、汤猪仔他们，就跟我爸摊牌了。 阿峰，我听说你也站出来反对你阿爸了。对呀，我要再不站出来，大家怎么看我？还以为我跟我阿爸串通好了的呢。哼哼，又在背后说我什么坏话呢？阿爸，你回来了。哼，那个陆金贵到底是怎么回事嘛？ 上次黄老板的七十万租金的事儿都表现得不错，我还在老金衙那儿表扬了他呢，他怎么现在又变成小心眼儿了？就是，阿妹现在跟他还在来往，阿峰，你说说呀。哎呀，你说说他呀，你这个人真是现在越来越好说话了，人家黄镇长叫你领队兼教练，你把这个位置也让给陆金贵。 姐，不是我替我姐夫说话啊，这恰恰证明我姐夫很英明。英明什么？差一点让陆金贵把靓仔和包仔都换下来。哎，这队上要是全是他的队员，那这场球打赢了以后，那跟你姐夫没关系了，那就是陆金贵的风光了。这才是英明啊！你根本就不懂，你听我说。阿婆，在我姐夫长期耐心的引导下啊。 两个村的后生仔，
是因为篮球紧密的联系在一起，哎，可以说是精神面貌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哈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谁要是破坏了这个联系，那根本就得不到后生仔的支持啊，就会成为孤家寡人的。而我姐夫呢，恰恰就给他陆金贵提供了一个成为孤家寡人的机会。姐夫，我分析的是不是入木三分？我怎么听着这话，我像个阴谋家呢？你难道不是吗？你这是夸奖我吗？哎呦，姐夫，阴谋家不代表是贬义词，那是证明你很有智慧。哎，还有啊，姐夫，那个麦教练，他来我就觉得有一些奇异。阿贵哥，我觉得这事儿你可处理得不好。两个村的年轻人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，这不挺好的吗？我们应该帮他们实现这个愿望啊。我也跟我阿妈说了，这上辈子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，别再带给孩子们。对对对，是我不好，可是我心里也很矛盾的，有些问题是金牙公那一辈人留下来的，就算是我错了啊。好，哎，对了，你觉得那个麦教练怎么样？这个麦教练呢，不得了。一开始啊，我根本就没有把他放在眼里，还冷嘲热讽的。后来我发现，他真是很有本事，而且他讲的很多东西吧，我闻所未闻，并且呢，还不大能够听得懂。那你就放心让他帮你选队员啊。那可不成。让他帮着选队员，就等于帮我教练的位置让给他了。你也太小心眼了，人家过两天就走了，谁要替你当教练啊？不是我小心眼，因为他太有能力了。好，阿美啊，我一切都听你的，得不得？得。麦教练，陆主任他接受了。接受了，第二天就接受，那态度是180度转变，非常客气。王教授，这个事儿是不是那个龙总也做的工作？麦教练，那个龙总你不了解他？我不了解啊，我上回是第一次见他。那我不参与你们的阴谋了，我去书房了。哎哎，你们继续，你们继续搞你们的阴谋吧。哎，来，坐坐坐坐。黄总，这事儿龙总也参与了。说呢，哎呀，王教授还说他不参与我们的事儿。那天呢，他就是坐着龙总车来的。要说他没参与，我是不相信。您觉得这批队员会怎么样？这12个名额里边的话呢，有一个是要留给龙宝玉的，但是我没见过他。另外11个人的话呢，陆剑锋的水平明显要高一些，在业余篮球队里边的话。还是不错的，但农民篮球队跟竞技体育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。打打街球、野球什么的话，他们可以；但是如果按照竞技体育的标准来说，就算是碰上了一个训练有素的学生球队，他们也必输无疑。但是龙宝玉的球打得非常好呀，比陆剑锋还高出一截呢。那也没用。那到万村篮球赛，他们会拿到什么名次呢？上一届的万村赛，我是副总裁班长，前8名球队的水平很不错。但是他们呢，都经过了专业教练的指导，咱们这个球队没有经过专业指导，所以很难打进十六强。这专家就是专家呀，听您这么一说呢，我真是受益匪浅呀。哎，不过呢，你得多费心了。没问题。情绪不高嘛，不高就对了，换了我也不高。当初是帮叔答应你们，带你们去首府打球，宝玉去了，淘汰了你们，凭什么？帮叔，宝玉的事情我们都知道，是市里面的领导要求阿峰和宝玉都要参加的。那么我们
有些队员没有选上，怪不到你们呢，对不对，教子？啊，帮叔，这事儿不怨你们，我们懂的啊，我们懂的。因为是帮叔答应你们的，这就是为了撇清自己，赢得后生仔。怪不到你们贵生气，队员不是他选的，是那个麦教练选的。要怪，就怪麦教练，得不得？阿峰跟宝玉啊，确实是上边领导定的。你怎么还不明白？你看着，一会儿他就该说你们家阿峰了，你就被动。可我问心无愧呀。我是教练，我是教练，我是领队，你得听我的。你领队，你得听我的。你去哪儿？我之前就跟你说过，我说篮球呢是个集体项目，你家爸肯定是通盘考虑。再说了，我这刚参加训练，跟他们的配合肯定不默契。别跟我说配合，要说默契，你和豹哥还有靓仔的配合更有默契。我老爸就是故意。